宝岛台湾充满爱，来自非洲的慈济志工用歌声道出对台湾的感谢，更送上印有 Love from Taiwan 字样的环保袋。其实这个袋子的材料是装着援助非洲国家的白米外包装，非洲志工在发完白米后，再用巧思把包装做成环保袋。You receive the bags of the rice from Taiwan as the help of people of Mozambique, and then the empty bags we recycle them.As a way of sharing the life of other peoples, so that way you bring this in order to spread the love. 我们发觉这个封口线呢，我们继续来回收再利用啊，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兼顾它的。这是我们第一款设计出来的袋子。环保袋的每个环节都能感受到非洲志工的用心。其实农粮署从2002年开始提供白米援外，把28万多公吨的白米送到需要的国家。而慈济基金会从2003年开始向农粮署申请，把白米送到亚洲区的约旦、伊朗、东南亚的印尼、菲律宾以及非洲等17个国家。今年1到11月呀、啊，到目前为止的话，已经捐赠到的话大概1.73万，也就是大概17000多吨了、啊，其中大概有一半，主要有灾难的地区的话，大概的话都是透过突击的推出去的啊。他们知道说这个也是分享来的，有人家有给我们的，我们也不会说自己独占，他们会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不知道哪里还有更需要的人，他们也愿意去帮忙，他们愿意去 share。农粮署无偿提供的公粮，透过慈济人的手填饱的不只是他们的肚子，更启发善的循环，让台湾用爱走进世界，更善尽一份国际的社会责任。大爱新闻雷亚车品豪台北报道。